你们什么？没有办法，老婆就是这样，很爱发牢骚。好，我在这里呢，我刚刚还没说完，在这里当完兵，也在这里交了第一个女朋友。是不是也能够在这里娶到个老婆呢？这时候我爸应该在台下一直点头。赶快赶快哦，放慢脚步哦，我要休息，要想一下这个人生的下一代，我未来啊，不能只是一直工作忙忙忙了。这些话我都有听进去啊，但是我不要再挖洞自己跳进去了。我现在用音乐带过这一切，化解所有的尴尬。Alright, guys, let's use music. Alright, music is the answer to everything.
你让我回到十七岁的样子，谢谢你。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十三岁写的，不知道你相不相信啊？我22岁出道，13岁写的这首歌，果然不太会骗你。小酒。Yeah.